Today's words of wisdom, liberated by catching a glance of an enlightened master, will be presented in Formosan or Taiwanese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More languages are available online. For your special language, please visit www.springmastertv.com/subtitles. Formosa, Taiwan, the Portoa Bun the Isu Si, Li Lei Ji Do, with the Quan Tai Ping Yu Hui Song, yet the Si De Dong Ku Sai Binga. In we De Zan Lo De Wun Dong Budan Jing Hin, Hin Jia Do Xiong Hiong Wei Go Song, Swan Lun, Bing Wan, Pun De, Hai Hua Song, Ga Chi Gua Ki Te De Ging Guan. 差不多有一万八千四百多种野生生物住伫岛内，其中两成以上是罕见，或者是伫咧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绵密的沙漠，美丽水墙。甲雕刻精油的寺庙，感动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高知识以及开悟的心地渴望。青海无上师自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谛观点。2007年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地的渴望，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一万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伫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国历新年。今麦邀请你聆听青海无上师，予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见明书之言，保证解脱》。1990年1月12日，讲伫福尔摩沙屏东。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ne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师父好，各位出家师，各位现场菩萨，大家好。现在我来借一点点时间介绍师父，顺便报告心得。我印心到现在还没有2年，但是潜意识里面好像已经很久很久了，而且好像跟师父非常非常的熟悉。我印心的日子是77年5月14日，在高雄印心的。印心以前1个月，我已经看了师父的样本书，书中介绍即刻开悟以及一世解脱之道。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点怀疑，因为这种即刻开悟以及一世解脱，在古代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或者古代禅师座下是有的，但现在好像没听说过。不过师父的名字却已深深地留在我心中。我本来是一个虔诚的一贯道徒，但因为十几年的修行，并没有得到经书中所说的明心见性或即刻开悟的境界，所以就在一个道亲介绍之下，一边开始往密宗探讨，一边还是走无一贯道。修行要有高人的指引跟教导，修密宗更应如是。因此那位道亲就向我推荐台南有一位蔡师兄，境界相当高，而且神通广大。这个人可以看清楚你以前的根基，
跟人家打电话的时候，无论你在台北或是屏东，他也可以在台南看清你正在做什么，而他本人也可以一边跟你聊天说话，一边出魂跑到美国跟上司沟通，这样一来一去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甚至于连坐在面前的你也不知道他有出去过。就在这一天，我跟林道清约好要到台南去拜见这位蔡师兄，可是很巧的，我的一位同事却在当天中午向我说，清海师父已经在高雄讲经三天了，今天要印心，他要去报名参加印心。我一听马上说，咦，奇怪，清海师父不是在北部呢？那为什么南下呢？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他说已经在高雄讲经三天，但是因为看到你每天那么诚心在跑佛堂行道，而且目前对密宗正热门，所以不敢告诉你。我说今天要印心了、啊、那地点在哪里呢？他说下午2点在澄清府门口集合。我心想这个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就推掉去台南看蔡师兄的机会而报名参加印心。但是因为没有去见这位有神通而且开天眼的蔡师兄，所以在印完心以后，当我再到林道清家里的时候，他马上问我，你那位青海法师是不是文殊菩萨化身啊？蔡师兄说他是文殊下来的，他有看见。我一听心里高兴得要命，当这位大师走出来的时候，那双眼睛真是晶莹剔透，炯炯有神啊，而且说话中含有一股莫名的大力量，我心里就直接感觉到师父一定是大修行没错，因为孟子说过要了解一个人看眼睛就过了，正直的人有一双正直的眼睛，势利人有一双势利眼，高傲骄傲的人眼睛都看天花板，自卑感的人眼睛都看地下，那至于脱鸡摸狗的人那是一双结眼，撒谎的人眼睛会闪烁不定，还没有说话以前已经告诉你他要撒谎了。一个大修行的人眼睛当然是亮晶晶炯炯有神，所以孟子算是相命馆当中的眼科的。我用这套方法内心里就明白几分，况且在印心当中师父不但将三界内三界外的情形介绍得清清楚楚，开悟的等级有哪些，印心完以后马上问，有见到自信佛光的，有见到自信里边种种境界的请举手。好多好多都马上有体验。我在一贯道十几年，一年当中看过点传师也点了几千人，十几年下来几万人当中没有碰到过点完以后马上明心见性马上开悟的。而师父一坐上去那力量一下来，现场好几百人竟然马上有那么多的人开悟见性，难怪他敢挂这个即刻开悟一世解脱这种招牌。更难怪台南那位蔡师兄会看到师父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我一向对文殊菩萨相当喜爱，佛菩萨有那么多，我就是喜欢文殊。释迦牟尼佛说文殊是古佛再来，是过去七佛的老师，即使将来贤劫千佛也都是文殊的弟子。在诸佛菩萨当中，文殊以智慧名扬宇宙，所以《维摩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为了派人去探视这个维摩的病，大众当中菩萨罗汉弟子名字都点光了也没有人敢去，因为维摩的境界相当高，智慧不可思议，大弟子当中个个都有被刮过胡子的经验，吃过亏，所以没有人敢去，终究还是要派文殊去会他。在楞严经当中25位圣人报告修行心得，还是要请文殊当裁判讲评，文殊一开口3言2语就把每位菩萨的法门好坏给摸清楚了，就好像师父在讲经的时候一样，几句浅白的话就把古圣先贤的公案角落的地方挖给我们看一样。
华严经当中善财童子饮水难行五十三参造访了多少大修行，但到了最后遇到弥勒菩萨，还是介绍他回去找文殊，因为要成佛最后一位老师还是他文殊先生。法华经当中一下子能够从龙宫渡了那么多的菩萨上来，更有龙女八岁成佛，文殊的力量更是不可思议。所以我很早就喜欢文殊，我修行房挂的是文殊，拜着是文殊，心中的偶像更是文殊。这回让我找到真正的文殊，哦，那真是太高兴了。所以印完心以后，我打坐的时候常常会高兴的大笑出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到也会偷笑。以后对于以前看过的经典禅宗公案更是明明白白的，古德门开悟的境界也都了然分明，心中更是坦坦然然，法喜充满，即刻开悟，真是没错。当我开始跟着师父修行一段期间以后，常听一些同修在谈论自己的体验，有的说他看到师父现观音菩萨像是观音菩萨，有的说师父是六祖慧能，有的说师父有一双大款脸又长满了胡子，师父一定是达摩祖师没错，也有人看到师父是释迦牟尼佛、老子、地藏、阿弥陀佛，更有看到师父是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的都有。咦，奇怪，那师父到底是谁呢？后来听师父开始说，师父修到这个境界，青海已经没有了，肉体只是一个工具，是上帝万能的力量，佛菩萨的力量，也可以说是全体佛性的力量在操纵这个工具，所以师父是无我的。而众生对于佛菩萨或者是上帝的观念不一样，有的认为上帝应该像观音一样慈悲，有的认为上帝应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伟大，有的认为上帝要像老子、孔子、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或阿弥陀佛。所以因应众生心理理想的不同，才有不同的显现，正所谓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因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宰官、帝王、大将军、天神、佛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这些身而说法度化之。这不是观音菩萨普文品是什么？所以师父常说他不属于任何宗教，但他却传任何宗教的原始教理，因为每一个教主都叫我们认识那边的上帝，求得里面的佛性，用自己内在的大力量得解脱。教理都一样，但众生住的国家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根器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说法。如是偶闻，从2000年前闻到现在，注解上有偏差，表达方式也不一样，因此才会令我们产生误解。尤其现在的修行人大多没有得到大开悟的境界，所以才有宗教之争。跟师父学每一个宗教都一样，也无需改变你的宗教信仰，因为每一个教派都很完美，教理都很好，师父只是帮我们找回自己的佛性，找到内在的上帝，借这个力量解脱成佛。到那个时候，天国极乐世界遥指随你来去，是真正解脱自在的人。跟师父学，你会发现师父有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而且时时教导着你，时时保护着你，时时与你感应。我们同修无论在台湾各地，甚至美国、巴西、阿根廷、哥斯达黎加、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地方求师父，师父还是马上到，马上处理，所以师父是马上办中心。前年在宜兰打禅期的时候，就有一位师姐看到师父，哦，那坐在大莲花的上面，身后有一个像大太阳一般的光圈，从光圈里面射出百千万一条光出来，而且每一条光又现出无数的佛菩萨，
真是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数。所以这个师父已经不是人了，已经是佛了。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人不管你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想念他或念他的法号名字，都可以马上见到他，甚至马上接受到他的加持力。而且不只是这个世界，就是在三界内或者三界外，上至极乐，下至地府，只要同修能到的，师父都在旁边跟着教导，跟着保护。这种境界，即使把古时候的释迦牟尼佛、耶稣基督、老子请出来比比看，都毫不逊色。这种名师哪里找啊？今天好不容易我们全体同修把师父恭请到屏东这个小地方来，就坐在诸位菩萨的面前。说到这里，我有一些肺腑之言，内心里的话要诚恳地向诸位菩萨报告。什么是印心呢？印心就是师父以他修行得到的万能力量，也就是佛力，当场打开我们的智慧眼，也可以说是第三眼，让我们即刻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自信佛光。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开悟的人，就是在世菩萨，智慧会越修越大，力量越来越大，神通越来越大，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无挂碍。所以说即刻开悟，一世解脱。因此我要奉劝各位菩萨，如果你想明心见性，如果你想认识你的本来面目，如果你想得到内在无所不知的大智慧，想得到内在使用不尽的无量无边的大力量，想得到无尽宝藏无边的大功德，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天国十方佛土逍遥自在，永远了脱轮回六道之苦，甚至想要成佛成菩萨的话，那赶快报名一心。不管你做多少善事，不管你布施多少，不管你懂多少经典，修行多少年，多有钱，坦白告诉各位，如果不开悟见性，不欲再世名师再世佛，不得到真正解脱法缘的话，那是一点点用处也没有。华宝坛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不见自信学法无益。所以印心那天，无论你有多忙，生多大的病，就是一步一拜，用爬的也要爬来印心。这个师父是古佛再来，好久好久，百千万亿劫以前已经成佛了，而且生生世世在十方世界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解脱成佛，他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在这个地球也下来好多次了。如果你修行境界过高的话，你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世界各地的同修有着太多太多的体验跟印证了。即使相信师父一念也好，临终也可以解脱。举一两个例子，在屏东，我们有一位同修的母亲，他住在林洞，他还没有机会跟师父印心，但相信师父。临终以前，师父现出庄严的法相，后面有一个大光圈，然后出现四朵莲花，分别是青色、白色、黄色跟红色，都发光。而且然后看到师父手握着老人家的手带他往生。我们同修亲眼看到，像这种例子时常在各地同修以及亲人眷属或者朋友之间发生，所以要你的祖先五代超生赶快跟师父学，错过这个机会百千万亿年的。还有一位同修住在盐埔，他有一位邻居也是老人人，从高处摔下来受伤很严重，拜托这位同修用车子送他到屏东就医。在路上，这位同修眼看他快断气了，就暗中求师父照顾，并且放师父的佛赞。结果这位邻居死后肉体火化，还出现舍利子。这位邻居他并没有修行，也没有吃素，但是
死掉以后肉体火化也出现舍利子，这种例子在普里也有同修的亲人同样发生过，所以要得到舍利子很简单，赶快跟师父学。有时候我常在想，我们的邻居或者是亲人朋友，他们有好吃的东西也会分一些给我们吃，我们有病苦他们也会帮忙或是照顾，失火了也会拿水桶帮忙救火，他们不一定有修行也不一定吃素，但邻居亲人或是朋友互相照顾，大家都会做。那我们自身是修行人，怎么遇到佛菩萨在世名师得到解脱的法门却含诸不吐，自己天天享受那种自在的喜悦解脱生死的快乐，而且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轮回生死受苦受难呢？这不是太自私了吗？所以我们全体屏东同修费尽心力把师父请来，并把师父介绍给各位乡亲。不过有一点我个人感到很好笑，我如果向别人介绍寒山拾得以前中国那两个疯疯癫癫的和尚是文殊普萨普贤的化身，没有人会怀疑。或向人家介绍那个大肚子的整天背着大布袋的布袋和尚是弥勒再来，也没有人怀疑。但是如果向人家介绍当今的青海无上师是文殊再来或活菩萨的化身，却有很多人要怀疑，为什么古时候可以有佛菩萨示现，现在就不能有佛菩萨下凡呢？以前有众生求解脱有人修行，现在也同样有众生修行求解脱呀。佛菩萨难道有分别心，只重过去不重当来，或者是众生无明，只看古代不看现在？寒山拾得济公活佛整天装疯卖傻都可以是佛菩萨，我们师父正正当当而且整天认真修行认真打坐，怎么不可以是佛菩萨呢？妙善公主是女众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我们师父又出家又修观音法门成就，怎么不能成为现在的观音菩萨？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任何人修观音法门成就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都可以拥有三十二应遍成刹千处祈求千处现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那种境界，哪怕你是李先生王太太赵老五，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年轻的都可以，师父是教观音法门的专家，只要你入学不怕你不毕业。偷偷的告诉各位，我们这一期是保证班的。好了，我不想再多嘴了，现在相信大家心里都很着急，就是想要听听青海无上师的法音。好，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师父开示。谢谢，谢谢各位活佛，听他们的诚心是很感动，是不是？大家给屏东的同修啊，热烈鼓掌一下。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诚心呢，我就今天不会来这里。奇怪，成佛了以后就没慈悲心。不是，看大家都没去要什么，世界本如是。如果没有屏东高雄的同修提醒师父啊，我就不会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认为大家都好了了，大家都是佛嘛，又需要什么呢？所以不是不要来讲经，而且认为大家都平安无事了。菩萨就是像我们高雄屏东或是全省的同修，他们很有慈悲心很有爱心，就想把师父拉来拉去去很多地方啊讲法。那像每次来屏东，当然是地方是很小，不过这里
师父每次的感觉到非常有欢迎的气氛，人民很善良啊，有好的市场，而且有好的市场，他自己要上来拥护我们的。今年的市场或是大观我们都欢迎，他们也是行菩萨道，嗯，帮助人民净化国家，那我们会欢迎。今天师父又再来了，我认为来这里共修一下嘛，然后顺便提醒屏东的同胞，别忘记好事，别忘记自己的本来的爱心，嗯，多看经书也有用。有的时候我们贪嗔痴啊，不简单控制。生气的时候，我是跟什么人有怨恨的时候，就看一点经典啊，就会感觉到会有帮助。因为经典那里面啊，都讲善话，讲善话，教人家做好事。没有任何经典诗没有用的。就是我们应该看经，为了要净化自己，为了要帮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娑婆世界上的时候，平安一点的生活，脾气好一点。面非看经可以成佛，应该了解这样子，就看经没有关系。如果认为为了看经而已能够成佛，还是诸杀不能成犯的。因为十方三世佛自古以来没有一位名师，没有一位佛菩萨劝我们念经成佛的，而是都是教外别传。即使释迦牟尼佛他快涅槃的时候啊，要选那个弃乘的徒弟出来替他弘法，他还是不是叫他念经什么，叫那个摩诃迦毗巴念经吗？没有啊，摩诃迦毗巴弃乘释迦牟尼佛，他是专门打坐的，他就专门去山洞打坐，那个时候连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也没有记写出来，是不是这样？大家记得吗？哎，释迦牟尼佛往生好久了以后，徒弟才合起来记写经典，是不是？啊，那摩诃迦毗巴他怎么成佛的？他不是每天诵念到他背起来啊，不会。而且他也不是常常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记得啊，释迦牟尼佛啊往生的时候，只有阿难在旁边嘛，可是有一天，摩诃迦毗巴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看佛，他的衣服都未尘满满的，他从那个修苦行回来，他从在山洞修苦行回来，这样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在那里看经念经的。我们不论看经念经多少，还是有地方不懂，因为我们境界不高，智慧不开。没关系，没事，师父去讲经都要提醒大家，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每一次都可以再开始，每一天可以再开始，每一天可以从今天开始。不管我们过去做多少的业障，有多重的无明度，我们都可以意识解脱，我们也可以明天开悟，或是今天开悟。犯罪就是我们这个头脑犯啊，我们这个身体犯啊，我们灵魂没有犯。我们灵魂呢，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或是我们的所谓的族人啊，他用这个身体啊，才能够收集一些来去的经验，跟别人有关系，跟别的众生有关系的经验。不过有的时候工具坏掉了，比方说这个脑部啊，它就是一种工具，我们的本人啊，应该用它才能够对待跟别人对待跟别人交换的经验或是教育。不过这个头脑它不是
很聪明的，它是一个机器而已，像你们电脑一样，知道不知道？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电脑而已。我们收集什么，它都记录起来，然后我们一压某某的按钮，它就会发出来它所录的东西。比方说，他本来不会打骂什么人，就他每天看到一个人如果讲出一句话，然后另外一个人会打他骂他，他就录起来了，听懂不懂？改天啊，有另外一个人跟他讲什么错话，他就交这个手打他，懂不懂师傅意思啊？因为他有水会这个，呵呵，他跟别人水的，水坏他也不知道，水好他也这样子照样这样做下去，他不会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主人，我们的主人啊，醒过来的时候跟他讲，或是有另外一个醒过来的灵魂啊教他，他就知道。不过这个不那么快啊，还是不简单，因为他录太多那个影片啊，录太多影响啊，一下子叫他通通洗掉啊，就不简单。所以歌心啊是难改，是有的时候修行的人还有歌心，懂不懂师父意思啊？啊，到你成佛了，然后无我的等起啊，就没有歌心了。就是随时可以反应而已，是像那镜子一样，你放什么在前面，它就照样一样这样，它不会改变你的样子。为什么我们见到一位名师或是一位成佛的人，我们灵魂就会解脱呢？见到他一眼怎么能够解脱呢？听到他的名字啊，怎么能够解脱呢？他修不是我们修啊，他怎么能够解脱呢？谁知道？苏师兄刚刚报告吗？看一眼就解脱了，你知道吗？师父的加持力，这太简单。哎，不一定，很多人诽谤师父，还也可以解脱啊。就大开悟者看到我们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帮我们开了智慧，无形之中就加持我们。有可能这样。师父本身已经相信师父了。哦 ，no， 我不是讲他本来已经相信师父那个。里面的主人啊，很相信。啊，就是这样子啦，啊，你们都有理了，是这样子。我们里面这个族人哈，他是永远聪明的，他是永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哈，他是永远有智慧，他是永远什么都知道，他是永远什么都懂。就是因为没有机会让他记得他应该懂，他因为用这个头脑太习惯了，他就继续用继续用这样，他不认为他应该做别的东西，他不认为他应该用他自己的智慧啊，用这个头脑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灵魂啊，就已经解脱了。他解脱是怎么样呢？他把他自己的本人啊，按这个头脑分开了啦，了解吗？他就用这个头脑，他不是属于这个头脑。然后另外那个看到那个解脱的灵魂啊，看到他这样子弄，这个灵魂就马上知道啊，我原来是应该跟他弄一样的，懂不懂师父意思啊？从那个刹那他就马上知道了，因为他本来就很聪明了。比方说两个人一起跑到深的海里面去找那个宝珠，有没有？然后他们挂很多工具，有没有？这里一个阳气的瓶啊，然后这里眼睛啊，然后全部都包起来呢，身体也都包起来，两个下去，然后两个就分散了，做工作了，然后上来，一个是上去，就马上上来了，然后开始脱衣服呢，另外一个上来。本来他忘记他不是这个样子啊，他忘记了，他在那里用他的那个夹的手啊，不是夹的脚啊，那个不是夹啦，那个被包起来那个像金蛙一样那种衣服，你们知道吗？
哎呀，然后他用这种工具就跑来跑去在地上啊，感觉到不好走啊，很不好走，然后用这种手不好工作，就不好呼吸，嗯，他在那里挣扎，不晓得怎么走才快一点，怎么工作才好一点。然后他就忽然间看到旁边的另外一个人也开始脱衣服啦，嗯，开始把那个东西拿走啦，阳气都拿走了，很通融自在安详啦。然后他就说，哎，原来是应该这样子嘛，他也马上开始弄啊。了解不了解？因为他本来两个都一样了，一看到别人做就知道怎么做了，我们就忘记而已，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了解不了解？哎，有的时候有这种情况，你们知道吗？啊，我们弄手套还是钻手套太久了，回家还是用手套吃饭，或是做什么事啊？忘记了，忘记拿走啊，就工作不方便，在那里挣扎啊。就有一人在旁边说：“你这个拿走就好了嘛。”啊，或是有的时候我们戴帽子，我们戴什么东西，啊，我们忘记了，在那里挣扎。人在旁边没有，但是你这个拿走就没事了。同样一个开悟的人在我们的旁边啊，他就跟他那个业障啊、头脑啊、任何的凡夫概念都分开了，他一样还是有凡夫的身体，一样的凡夫的头脑，不过他很明明白白这个不是他，了解吗？分开很清楚。说另外一个灵魂呢，站在旁边看他这样那么做，那当然本来就一样了嘛，他一样做一样这样，所以他才即刻开悟，他才意识解脱。所以看到佛就我们就解脱，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听到名字也会解脱呢？也是很简单，嗯，我们听到什么人的名字啊，就他的那个本人的影响啊、个性啊、程度啊、学问啊，任何的他的本能啊，都会跟我们沟通。了解不了解师父意思啊？一定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的本人啊，我们的族人啊，可以很自在看到哪里都可以，即使我们头脑不知道，不过我们灵魂也可以。所以我们灵魂一听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会好奇啊，他就问这个头脑，这个人是谁嘛，然后这个头脑就开始动到那里去了啊。这个人呢，本来他也不应该认识我们，不过我们叫他的名字出来，或是里面想他的名字啊，他的通通的东西也会送到我们那里去，因为别忘记万物同一体，嗯，而且我们跟他住一样的世界，呼吸一样的空气，嗯，吃一样的食料，穿一样的衣服，当然一动念呢会沟通啊。所以听到那个开悟的人的名字啊，就我们的灵魂也开始开了，听懂吗？因为他有看到好远的地方，说：“哎呀，那个人就是那个开悟的嘛。”他怎么弄？这个灵魂也开始一样这样那么弄、那么做，所以他也会解脱。他解脱了，他的病苦啊、他的烦恼啊、他的无明啊，开始通通都掉下来，懂不懂？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啊，受起太多烦恼、太多业障、太多无明，所以掉下来也是慢慢一点呐、啊。所以才看起来好像不怎么马上成佛啊，事实上马上成佛了，跟那个开悟的人一模一样啊。啊，不过那个开悟的人他已经通通掉了，这个人才开始掉而已，所以才看起来很慢。不然呢，等一会儿那两个一模一样啊。这个开悟以前和是开悟以后那个两个等一下都一样，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像两个那个在海里面那个潜水，像两个两个跟化钱人，一个已经脱衣服了，自在了，通融跑来跑去，另外一个看到他做也开始做，等一下他也脱光光了，一模一样，就时间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说佛看众生都是佛呢？啊，因为佛感觉到很安全呐、啊，他知道早晚呢、啊、众生都会成佛，他也不会着急去看什么徒弟啊，去看什么众生啊，因为他叫几个就够了，然后徒弟自己传嘛，传名字也可以啦，
穿什么都可以了，贴个海报也好了，嗯，就跟他的徒弟有关系，就是跟他有关系，听懂吗？他不应该每个人到教门去看，而是匆匆忙忙去度众生，不是因为他没有慈悲心啊，他是很安全呐、啊，他知道他的做法，他的做法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应该匆匆忙忙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应该抓他，应该用很多理论去服他，让他来应心，让他来怎样怎样。阿佛菩萨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懂不懂？需要几个就可以了，然后他自己会传下去，他传下去，然后徒弟去哪里，就是有师父在那里的，所以他感觉到很安全啊，天下本无事。比方说你还没成佛的话，那等一会儿他也让你成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偶尔因为众生意识要求，嗯，还是哇哇叫，还是说我们都好痛苦痛苦，我们不晓得我们佛在哪里，你说我们还是佛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他还是拉他这个臭鼻男，这个 office 这个办公室啊，就跑来跑去啊，又再讲一遍，听懂吗？讲一遍又不懂，明天又再来再讲一遍，那讲到我们明白，也不是因为讲了我们明白，而且时间到了我们就明白，讲不讲也如是啊，听懂不懂师父意思啊？啊，嗯。不过因为不讲的话，他在这个中央无聊嘛，没有人安慰他，没有人鼓励他，没有人解释，所以还是来这里握手讲来讲去，讲不讲等一下你也会成佛啊。所以佛菩萨做事跟我们不一样，嗯，比方说我们看到医生啊或是什么会救病的那种用灵修救病的哈，我们感觉到他们很了不起啊，啊我们很感恩他们哈。不过我们也忘记了等一下也有会再病，佛菩萨虽然没有明明显显的去救人家的病，不过任何人呢听到他的名字祈求他的话，以后生生世世不会再病了，即使病的话就病这一次而已，懂不懂？嗯。所以佛菩萨没有这种焦急的那个行动，嗯，像凡夫的人一样，他即使没有到你的家啊，开你的肚子开刀或是帮你忙救病，他在家可以做了，而且他救一次的话永远不再病了，永远不会轮回生死，这个才是真正的救病啊。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ne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感谢您诸位观众做好收看今日智慧之语节目，拜日请继续收看记忆民俗之间多情解脱第二集，再来请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艺术教练型节目，早点上后马上为你播出，愿您甲您所爱的人永远平安甲富足。 Thank you good-hearted viewers for being with us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Tuesday for part 2 of
liberated by catching a glance of an enlightened master.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sc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have many days of last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